欢迎来到我们第一届我是好酒竞选比赛，今天带来了九位了导师跟我一起去测评一些酿酒。这个游戏非常简单啊，就是测评这个酒值不值得买。所以到时候呢，如果我们评测完以后，我报完价格以后呢，你觉得值得买，愿意买的，作为消费者你就举手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第一支是一支只有这个半瓶装的，375毫升，所以每个人大概到30毫升，然后自己传下去，好吧？就我就放在桌子上，然后一位一位的往下传。第一支选手呢来自法国白葡萄酒 ，OK， 很熟悉的香味是不是？是，很有典型性是不是？对，因为雷司令，导师考核正式开始。我知道了，哎，对。确实是拉萨斯的，这个确实是非常典型的，这个酒我也没有喝过，这个因为这个酒所以没喝过，所以我叫他发这个样品过来，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喝过这个品牌，它有一点甜度的，然后它有明显的酸度，闻起来挺好的，但是喝起来什么味道？油脂感，油桃，但是它的油脂感没有佩兰那么强。它没有，这酒的价格呢，在半瓶装啊，是半瓶装啊，应该在75到100以内。我是对比那个老师推荐的山姆的那当年雷司令。我觉得大概那个价位，我觉得那个雷司令100以内，我觉得喝得更轻松一点。如果加那个价格，我觉得那种更轻松，我觉得更日饮，我会选那个。现在我们进入第二轮了啊，第二支，这支可以多倒点了啊。哇，这个真的好甜美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香味。可是不是你。对，就很香，这一闻起来就想喝。老师，这是单酿还是混酿？问得好，混酿。这么牛，你已经有2次精彩发言被剪去了。没有荔枝味，所以没有说没有荔枝味，加的非常好，这酒没有荔枝味，所以肯定不是琼瑶浆。对，琼瑶浆排除在外。排除的。但这个产区确实生产琼瑶浆的，集中今年去闻，它真的很香。很香，对。有种那个茉莉花的香。啊，对，我刚想说那个什么金银花的。对，有真的这个花香很。茉莉花茶的。就是第一。这里面泡茉莉花茶吧。没有，有蜂蜜，然后我觉得有点柑橘吧，有点雪梨的那种感觉。啊，对，这支柔软还是上一支柔软？这个柔软，这个柔软吧，平衡，柔软很多，酒体饱满一点，对，饱满，就是更柔软一点，更柔和。这酒也是有雷司令的，还有一个什么品种呢？灰提诺，对，灰提诺，喝起来比较柔软，然后喝起来呢？它有点甜美的感觉，它其实并不是甜型，但它甜美的感觉，哎，它闻起来有蜂蜜的感觉，很好闻，就很像那种蜂蜜的感觉，对，滋味的。但是它的余味是不是有点短啊？那看质量，这个酒啊，对，这个酒确实就特别超级短，对，味确实。因为跟刚才的比，刚才的其实回味还是很好的。谁选第二支的？我也选第二支。哎，你们都是有第一支，我选的。好，现在我们通过性价比来进。对，买不买？性价比，对，买不买得看多少钱。对。这支酒的价格是，最多200啊，没有，高了，哦，100-200，低了，150，哎，不是跟刚才的同样在价格区间吗？那你选哪个？158，刚才差不多嘛，差不多价格，158，那我肯定选第一个，我选第二个，选二，我选二，你都选二，那你们会选？我就买卖的话，第二支会卖得好。对，这个我们是普通消费者，这个我们一百五十八就终止了。这是第二个，不要勉强啊，第二个可以买的。因为两个对比就很容易有一个。好，我喜欢前面的，你喜欢前面。我们先回味吧。回味。现在是第三支啊，一支起泡酒，来。哇，真的闻着好甜，喝起来也甜。小甜水啊，小甜水。没想到甜都可以闻得到哦。这个刚刚因为有好大的花香，然后一对比，我刚刚对比就很容易闻蜂蜜，对，甜的那种感觉，对。这个盖回去。冰糖。对，糖的那种。对，冰糖的那个。像糖果一样。也不是很甜，但是这个很明显的甜，很明显的甜味，对。就是明显感觉到这个是半甜型的。好喝。对，真的，这个就特别适合，就是刚刚要喝酒，我那个朋友，那几个朋友都绝对会喜欢这款酒。对，就是你不要考虑它什么味道，
对，这个还挺好入口的。它就是适合刚入门的那些。对对对。喝喝有趣的。喝的开心。又有点气泡。对。红五香。对。但大，它喝起来像什么？像糖水。对对对。像糖水。对。风味风味就很少，除了甜没别的。猜猜这个多少钱？100以内吧。这种要是高于100，可能真的很难。你们都可以去大集团大买手。不，这个真的，如果超过100，可能别人就不愿意买单了。这个零售价98，你看，我们这边是这样。卖的类似的很多，类似的很多，99的类似奶茶，还有一款是我说的罐头，那个气泡就蛮好的，就那个肚子有点大大的，绿蓝蓝的。哦，对，那是山姆吧？啊，山姆的。那个我家还有两瓶。来，第四支是一支红葡萄酒，这是考核部分了，这个非常，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了。这个挺熟悉的，这个。可是不是你。回起来，香味上熟不熟悉？熟悉不熟悉？非常熟悉，非常熟悉啊！先讲讲讲你闻起来的像什么？闻起来，如果我一讲，你肯定说对，是的，闻起来就是这个味道。闻起来是芳香不芳香？香味足足。你觉得我觉得没那么香，对，我也觉得没那么香。我觉得还挺香，这个还挺发香的，有巧克力。品种的风味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。哎，真的香一点了，是香一点，真的。闻起来有没有草本的味道？有。有没有熟悉这个品种？平时你们餐上喝的？赤霞珠。对，赤霞珠，闻起来跟它不一样。来，我们尝尝味道，我看看。那次我们去北京那个霍尔多展喝的，基本上都是这个味儿。丹宁好重，丹宁很重，是不是？丹宁明显的丹宁感在那里，丹宁很重。那除了你说的一点草，其实这个也非常典型的，除了丹宁重，酒体也比较饱满。那它有些，但它又比较柔软。它口感是比较柔软，虽然它丹宁重，它比较柔软。但是酸度不是很高啊，不高，酸度不高。对，不是特别高。非常明显，非常抓口的丹宁。也有果味。但是这个酒好像那个就是太年轻了，好像后面发展都没有什么。都感觉没怎么桶味的。对，也很简单，没什么新桶啊，是吧？这酒感觉是2021年的。没有那种雪松啊那种。对，没有。绝对典型的雪松一点都没有那种高级味儿。对，没有高级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很。很那个中庸的一款，这个就是大区级的标准水平，就这样。这酒的价格是158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你们平时伺候的太周到了。哎，我觉得按你们的标准，按你们的标准，这没有几款酒可以买了。哎，你看158，99%的酒上都卖不出酒。不是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我们买酒吧，就是要不然它非常独特，对。然后呢，也不算太贵哈，但是如果它很平庸，它一定要非常便宜。哎，对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那个大区酒。没有任何特点。还好，我不是韭菜，不然我吐血了。